这盘挺厚啊，感觉是加厚了。嗯，也挺硬。我觉得颗粒胶也能打。我粘的这块球拍呢，是 Stika 新出的班达系列里的 Carbon，你看这个特别酷。我正手搭配的呢是 Stika DNA 系列的那个赤龙套胶，这也是一款粘性的套胶，专门打正手的。然后反手的呢搭配的呢是 Stika 的 DNA 系列的 Pro， 这款呢是色性套胶，然后是打反手的。然后粘的是 M 比 A 是稍微软一点。 所以说刷胶很治愈系，要给它刷齐了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给它都刷上，刷满了，哎，很有治愈系，哎。当你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粘粘球拍，哎，特别人就能静下来。 下面呢，我们进行打磨，拍肩呢一定要打磨，都是自己打磨的，搞定，刷完了，走，带你们试打去。